觉得一切都是缘分，就今天办这个盛大婚礼，很好，王先生跟老祖，哎，大家那个花裙多。可是这题怎么会问我？真的，因为你的感受如何？还好啊，我觉得很正常。他他炒饭，对啊，他的哪一个王心怡哦，王家卫。哎呦，你为什么都不能让我装傻？啊，没有啊，就是迎新欢礼拜拍照，真的有先问他心情啊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首先他不是我的情人，那我情人从头到尾都不是。你刚说到说你们两个其实本来是要进入交往，好乱。我进，我跟你讲。我应该这样说，我觉得我的个性啊，我不太可能就是 play a game 这样子的去跟人家相处，一定是以就是认真相处为前提嘛。但是能不能真的、在一起或者是什么，那就真的是缘分啊。所以你觉得？你就说吧。尝试之前需要先接吻。哎。OK， 其实可能有的时候相处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差不多了，但是这很多，应该说我会比较习惯把问题就是思考在自己身上，我会觉得那我是想要以结婚为前提或者什么之类的，我想很多，那跟对方讨论之后会觉得，哎，那不然就是一直维持朋友状态好像比较好，所以是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不是说哦，我今天走在路上。哦，怎么样的就是可以随便不行的啦，对。懂，就是你其实还是你真的懂吗？就是你，我希望你真的懂。就是你其实是欣赏他的，就是你们讨论过之后觉得没有那么适合。一直都是朋友，一直都是朋友，一直都是朋友，对。单身很久了，很久了，就是我觉得会这个新闻会一直挡我的桃花，我无语问苍天呐、啊，你手会被摔。我们时间差不多了。好。谢谢朋友们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谢谢。